乡亲啊，您敢有爱台湾无？以下我所讲的四项代志，您若是拢毋捌做过，你就不如我爱台湾。啊，多四项代志，这么伟大嘞！第一是天要有台湾，第二是受罪过日月潭，第三来顶高白玉山，第四是葫芦话来演说。多谢各位，今仔日看我的打扮嘛，知影，我是要来甲大家讲一寡我骑铁马的经验。差不多三年前，我辞掉了，我做了12年的工课，在找到新的头路之前，我决定要去完成我自细汉的一个梦想，骑铁马西台湾之旅。我的朋友听讲我要去环岛，拢嘛甲我吐槽，因讲骑铁马呢，迄少年人咧做的代志。你买三斤鸟，想要加四斤鸟翅，好不好？迄足忝、足艰苦、足危险的，卖去较袂出代志啦。我这无咧个信道咧，我甲因讲，惊惊袂着顶啦，无去过，哪知影会成袂成？所以我就去报名参加一个专门带人铁马环岛的团体。出发的时间是2005年7月份，天气当烧热，我的运气唔知道是伤好还是伤歹。除了我，甲另外一个阿水伯以外，参加的拢是一挂高中生、大学生。这阿水伯啊，大我30岁，2年前捌参加过一摆，啊，不过伊伫咧骑南回公路的时阵，无注意去摔断一只脚。伊等去休困半年，锻炼一年了后，重新搁再来。我看这个班生想讲，哎呀哎呀，连这个老伙仔我恐惊嘛拼袂过。这届我一定拢吊车尾。要出发迄个早时。遐少年囡仔用一种同情的眼光看着我，甲水伯阿公，阿叔阿伯加油哈，千万唔通勉强呢。然后伊就咻一个，亲像一阵风冲对头前去啊。剩我甲水伯两个人伫后面慢慢啊推。我甲水伯阿公，伯啊伯啊，虽然我这两个月嘛有咧练习，啊，不过我游完真烦恼，是毋是当完成即届环岛呢？阿水伯阿公，安呐。咱去马环岛，比的是长期的耐力，不是一时的费力。但呢，你就知啊。果然，当阮骑到桃园孤山那段连续13公里的终点的时阵，遐个少年囡仔就开始爱爬叫舞啊。十个有九个落车用塞的，啊，不过我甲水边两个人就是坚持不爱落车，不爱塞车，不管路面有外惊，只看眼前七笑行。反正就是嘴齿已经咬完，实实啊徛，看看啊徛，哎，竟然嘛，互阮徛到前几名呢。所以我开始有淡薄啊，信心吗？我决定要甲这狗屎囡仔拼看卖咧。人讲行棋有棋谱，台地有道路，徛天马想要拼头前，十步以外，咱阁爱会晓变步。咱拢知影这世间路起起落落，有路惊当然嘛有就惊。普通人徛天马爬行的时阵，拢是打到皮袂喘。落架的时阵，当然要放好轻松，让车家己溜落去。啊，无拄我打个老气，我们就拢了去。你的想法若敢若到这，想要赢人就真拼。咱会要颠倒头想，逆向思考，伫别人放轻松、吐大亏的时阵，加倍拍拼。安尼等因发现你对边啊冲过去，要落你已经袂赴啊。啊，万不利，咱也是拄着同款程度的对手，要安怎呢？这个时阵，就要比别人的唱波搁较厉害啊！唱波就是你的秘密武器，平常时都要偷偷准备好势，要紧的时阵生死的关头才使提出来用。我的唱波就是国产的喷射引擎，保证让你走较紧。但你嘛好啊，你铁马也无食汽油啊，倒位来喷射引擎啊？我听你咧分家鬼咧，是啦，我铁马是无食汽油，啊，不过真歹势。铁马主人有吃番薯啦，其实这个番薯，我把它当作是一种自我鼓励的心理武器。每天要骑车进前，才吃两条啊。当你骑到真艰苦，感觉有需要的时阵，你就勇敢把它放出来。砰！你心内就感觉讲，我有较紧啊哦，未歹，再给吹落去。嘣！拄啊想要放弃的迄个想法，嘛敢那放出去啊！我
反正咧真艰苦的时阵，咱就是爱想一寡办法，互家己感觉较好过咧。有当时啊，你的脚掌啊，若是拄好有人甲你缀牢牢，伊阁是一种最有效的化学武器。砰！你就会使趁后壁迄个片仔往内时阵，阁拼对头前去。所以咧，即个宽度的前五天，我若毋是徛第一个，就是徛第二个。啊，是安怎只有前五天徛伫头前呢？第六天以后发生了什么代志？敢讲是有搁较阴险的唱播出现咯？唔是，是伫第五天的暗时，水伯甲我问了一个问题。阿三哥啊，昨咱徛伫个枋寮海边啊，迄日头要落山的时阵，遐尼水的风景，你敢唔看到？啊，搁有今日早时咱伫个变南花公路的时阵，有一张足水的相思树啊，你敢唔看到？不要拍摄嘞，我拢过来甲别人拼，请你讲遐，我拢无看到。啊，遐毋着足可惜诶。对呢，我爱你过来拼头前，到底有啥物意义嘞？这敢是我来宽度唯一的目的。安尼，敢会伤无彩，伤无聊去。所以对第六天开始，我就无爱阁甲别人驾车。我坐伫阿水伯边啊，慢慢啊徛，不时嘛停落来翕相、看花草，欣赏真正台湾的水。尤其是苏花公路迄段。左边是青青的山岭，正边是蓝色的海岸，深坎就伫个恁阿边三尺外。真细哩，保证你水徛到太平洋底，真正是水甲，你叫我唔敢。九天的宽度真紧就过去啊！我完成了我的梦想，嘛学着一寡美感，就青春。迄出电影内底讲的迄句话，有一寡代志你即马无去做，以后你嘛永远袂去做啊！各位兄弟，可能你未想要跟我同款，用两支脚吐归台湾，啊，不过你总是爱用家己的双脚双手去吐你家己的人生。不管你即马徛到倒一个所在，拄到什么困难，爱记得别人的意见，凊彩听，家己的心头抓好定，勇敢选择做决定，迷乱坚持向前行，十步变步加唱步，自我鼓励求进步，享受过程的快乐。成功快乐，拢会到。主持人。